什么？打什么？花红哪里啊？还打字？哎，这是人家分内的工作吗？什么分内的工作？阿福，我在这边做30年了，你才做5年而已啊！这间公司没有前途的啦！这间公司啊，一直做一直死的，我没有骗你的。你没看过 office 是有蓝色的墙壁的？你没看过？你没看过 office 要这种 bending 的吗？神经病啊，不行的啦！我告诉你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啊！其实啊，那个马来西亚有间公司一直找我过去啊，我迟早会过去的，我跟你讲。你5年前我进来你是这样讲，到现在你还在。5年前的时候我是有一种感情啊，公司没有我公司会倒，所以我不走。对呀、你是说因为你跟他的老板的爸爸那些，对呀、我们关系都很好的，我是不忍心嘛。对，这间公司没有前途的，哪里有公司这么大大间拿那么小的桌子的？哎呀，不是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那么重要，你要告诉老板给他知道吗？我干嘛要说？我说了有什么用？我不会讲的。老板长，哎，老板长，你看这种人可以做老板呐、你看他什么脸？你看那个脸皮啊，听说是用屁股皮去补的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？你看，人家命好，身对地方吗？什么身对地方？你没看过老板穿短裤上班的？那个老板呐、50多岁了，6张没有的找了，还穿黑色丝袜，你看。时髦 fashion 吗？是时髦吗？ fashion 有没有料才重要。你看那个老板一看就知道没有料的，这个才当老板，这间公司怎么会有前途？制度不对啊、管理欠妥啊，完蛋的了，我跟你讲。既然你会讲他，你又跟他的爸爸熟哦，直接告诉他吗？跟他讲吗？我为什么要讲？我讲来做什么？我不会讲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，请这样的人扫地啊！你看看，这样子扫地啊？你说公司有前途吗？没了，他扫地没有，他只是动作大一点，他是这样扫没有错吗？我还以为是溜冰场呢，哈！有你看这，那个扫把扫地也是有一个谱的啊，不能够说乱扫，这个不会扫的人都是往外扫，就把公司的财气都是扫掉了吗？哎呀，应该这样扫，这样才啊，你不知道呢哈，接住啊！既然你认为扫地会影响公司的财务啊。跟老板讲吗？我为什么要讲？我讲来做什么？我不会讲的。老板，你看这种老板，呢？啊，随便就给人家 off 了。啊，这什么老板？我跟这个老板呢有深仇大恨的。我查我家的家谱，他以前的爸爸杀过我爸爸。我那种恨呢，一直累积到今天呢，没有用，没有救的这种老板。要气吗？他是昨天拿超时，今天给他1天假，有什么错？有什么错？我在公司30年，哪一天我没有做 overtime？ 我经常都那天老板了 叫我半夜3跟12点半去拿货，我就去拿货了。下着大雨，我驾着自己的车，那天刚好是我 over， 我去拿了货回来，我也没有讲一声，我也没有到处跟人家讲我做 overtime， 我也没有讲我做 overtime， 我也没有跟人家讲我做 overtime， 我也没有跟人家讲，没有人知道我做 overtime， 老板也没有给我 off。对呀、没有人知道，可能老板也不知道吗？老板瞎眼了，老板两只眼睛做什么白美的吗？那好，那可能他没有注意，那你去跟他讲嘛。我为什么要讲？我讲来做什么？我不会讲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没问题。你看啊，有没有啊？东西都交给新人打，这种东西我最会做的，老板就不交给我。老板跟我有深仇大恨，你不知道，他很恨我，他恨不得他恨我的血，扒我的皮啊！这个老板不要冲动，人家新人他给他训练他吗？训练他，我不能训练他吗？我最厉害就是训练人的，这样有什么前途？你看这样子打有什么前途？我坏的就不给我。好，算你有30年经验，你有资格训练他。对，那你去跟老板讲咯。我为什么要讲？我讲来做什么？我不会讲的。你看呢、又给我了，你做了，给我做，完蛋了了。明明啊，我会，他不给我，不会的通通给我做。这种老板你真的很气，你知道？跟他有真的深仇大恨，我恨不得杀死他。不要冲动，你怎么懂？你不会，你详细看，你来。这种东西一看大家都知道，是全 office 没有人要做的，他就交给我做。你懂这种东西有多难做吗？很难呢。很难的。什么来的？做什么？这种东西啊，不是普通人可以做。那做什么？对 spelling 啊。不容易啊，人家打了字，我要对对白的一个字一个字对嘞，英文程度不好还没有办法做了，很难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告诉老板，这个你很难做咯。我干嘛要讲？我讲来做什么？我是不会讲的。你看呐、
office 请到这样的员工，一个月拿3000多块，请来这边睡觉。你看这种人啊，我这种这么勤劳的每天在工作的人啊，